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，还可得赦免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你们或以为树好，果子也好；树坏，果子也坏。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。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主耶稣说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为什么耶稣会讲这样的话呢？因为这些法利赛人批评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，或者甚至把耶稣当作是别西卜，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亵渎。所以耶稣基督内心非常的感慨，说一切的罪都可以赦免，但是亵渎圣灵不得赦免。为什么呢？其实道理也很简单，一个人要得到赦免，要先认罪。一个人怎么可以认罪呢？是因为圣灵的光照，圣灵的责备，圣灵显出他的罪来。如果一个人连圣灵都抗拒，当圣灵工作的时候，他抵挡圣灵，抗拒圣灵，也就是他没有办法接受圣灵的光照，那么他就没有办法悔改，没有办法悔改，他的罪就没有办法得到赦免。从道理上来讲，这是很容易明白的。有人会问说，我是否亵渎了圣灵？因为很多人怕说，因为所有的罪都能够赦免，但亵渎圣灵的罪就得不到赦免。我到底有没有亵渎圣灵？当一个人开始这样想的时候，发出这样问题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心态，就是说他担心他自己会亵渎圣灵。如果你担心你自己会亵渎圣灵，就是说你不会亵渎圣灵。一个亵渎圣灵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担心，不会有这样的顾虑，不会考虑说我到底会不会亵渎圣灵。我们知道神很爱我们，只要我们对主柔软的态度，他都可以在我们里面工作。只要我们一点点愿意悔改，愿意转向他的态度，神都可以在我们里面工作。我们最担心就是我们完全抗拒神，对圣灵的工作我们完全拒绝，甚至说圣灵的工作是鬼的工作，那这样的话就没有机会可以悔改。我们知道彼得失败了，他三次否认主，但是彼得没有亵渎圣灵，所以彼得可以从失败再一次转回，彼得没有犯了亵渎圣灵的罪。因着圣灵的光照，彼得痛哭流涕，回转归向神，最后变成教会的柱石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为什么亵渎圣灵这个罪是那样的严重，那样的可怕，耶稣说是不能赦免。主要就是他这些亵渎圣灵的人不给自己有任何悔改的机会，不是神不给他们悔改的机会，是他们自己弃绝了悔改的机会，这是何等的可悲。耶稣接着说，如果我们要分辨哪一些人是真正出于神，我们要从他的果子来分辨。十二章的三十三节这里说，你们或以为树好，果子也好；树坏，果子也坏。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，这是很自然的道理。我们看到葡萄果，我们就知道有葡萄树，我们就知道长葡萄果的这棵树一定是葡萄树。葡萄果不会长在荆棘或棘藜的上面，什么样的树就长出什么样的果子，
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。所以我们看这些宗教领袖，为什么他们不能够结出好的果来荣耀神呢？因为他们里面就是抗拒神，虽然他们有宗教的外表，却没有敬虔的实际，这是很可惜的。所以耶稣接着讲到人的言语跟人的内心的光景这两者的关系。耶稣说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我们讲什么样的话，就代表我们里面是什么样的人。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话语的内容，我们要改变我们说话的习惯，我们最需要注意的不是外面，乃是里面。只要我们里面一改变，我们外面的话语就改变了。我自己刚刚信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体会，我还没有重生得救以前，也稍微会讲一些台湾的那个三字经。虽然我的家是基督教的家庭，但是我从小跟一些邻居的孩子在一起长大，慢慢有一些坏的习惯就临到我的身上。那我悔改重生以后，我印象很深刻，我常常花时间祷告，每一次祷告，圣灵光照我，圣灵充满我，很自然，我很多讲话的习惯就不一样。有一次，我跟我高中的同学到台湾的某一个城市去参加比赛，我在那个乐队里面，有一个同学就跟我讲说，我看你的讲话跟你的行为跟所有其他的同学都不一样。真的，为什么会不一样？不是因为我希望改变我话语的内容，也不是希望改变我话语的习惯，但是当我花时间亲近主的时候，我的话语很自然就改变了。我们所有追求主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经验。另外一方面，其实我们的话也是很重要，我们要说积极的话，肯定的话，造就别人的话。如果有时候我们开很多的玩笑，有一些话语不合乎圣徒的体统，会影响我们跟主的关系，也会影响我们属灵的生命和光景。所以其实话是带着能力的，所以我们讲话要非常小心，非常谨慎。我们的话会影响我们的思想，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，这有时候是相互的。我们的心影响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话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小心，我们如果常常讲一些负面的话，讲一些消极的话，讲负面的话，消极的话，也会影响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心态，让我们不会用信心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主的应许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失去许多的恩典和祝福。对犹太人来说，他们最重要的话就是记载在生命记六章第四节，那里讲到说要敬拜独一的上帝。对他们来说，敬拜独一的上帝，把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他，这是他们觉得最重要的话。所以他们知道说拜偶像这件事情是非常得罪神的事，这不但是在外面，更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。我们要高举神，让他在每一件事情上居首位，掌王权。